往事如烟呐、啊，时隔多年，是谁把岁月写在眉宇之间？牵挂的人呐、啊，好久不见，留不住莽莽撞撞几个少年。往事如烟呐、啊，时隔多年，是谁把岁月写在眉宇之间？牵挂的人呐、啊。为什么要先打款再安排出货？请听和珅名言。不是要你的钱，而是用你的钱办你的事啊！哎，是。那没脸，我觉得你最没脸。既然能说中这，能说不中？老脸破了。